2012年8月30号，9点半，现在我在中兴大学的校门口，看到有一个助学功德箱，觉得非常有趣，给他看一下。我通常只有在庙宇有看到这样的功德箱，那仔细给他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开箱记录，开箱记录是到97年8月5号到97年10月13号，有2826块。很好奇为什么是97年呢？为什么是97年10月13呢？97年以后没有再开箱了吗？那底下有吗？啊，在哪里？底下啊，底下啊，看看，哎呦，底下有一个，这个是97年6月4号，14220块。记录有时候没拿过了。哦，记录没有拿过了。哦，这样有专门记录。哦，对。大爷让你看下来，真正查话总部有一个专门在管理这些。哦，哦，有人在管理。对对，盖章有什么？就是第一次让你们看一下。哦，这样。放在这边没有用处吧？哦，让你们知道有人在管理。哦 ，OK， 好。去年刚成立有没有？项目要成熟。这是刚当时97年成立的，哦，97年成立，让你看嘛，啊 ，OK， 哦，明细在总务处 ，OK， 好，了解，谢谢你。